本就应是神明间的争斗，你却躲在凡人的身后，如今又来上演为人类献身的戏吗？真是个喜欢自我感动的神啊，不耶啊。数据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，你知道这是你第几次试图夺走我的神之心了吗？刚刚是第168次，你知道吗？虚弥的民众为了创造你，也被迫经历了相同次数的花神诞日，相同次数的轮回。梦境的能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你们甚至在梦境中都无法将我击败，这种小手段又有什么意义？来，像过去那样，让我帮你唤醒梦中的记忆吧。哦，宝贵的战斗经验。还不止如此，以神明的名义统合人民的智慧，那是虚空最初的功用。我已经将刚才发生的一切作为知识传递给了所有虚弥的民众，并拜托他们帮你找到击破那个伪神的方法。你的伎俩都用完了吧？这次我可以当作是神明之间真正的对决了吗？拜托你了，我不言尔的最初的贤者。最重要的谜题还尚未得到答案，世界树还尚未得到拯救，
有另一颗神之心的力量，现在或许就能解读大慈树王最后的记忆了。这个就是，没错，那位神明最后的记忆。